啊，在我右手边呢是可以领取 Icon City 和 Odo City， 啊，在我左手边呢就是 Residency Bukit Gajil。 在这个这样 hot 的 area， 近期建了900千都不到的三层 land， 走，我们现在就去看 ，Let's go。嗨 guys， 大家好，我是 David， 今天实在太开心了，我们来到大三角宋万庆。今天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大三角宋万庆的最中心地带的地方，啊，在我右手边呢是可以领取 Icon City 和 Odo City， 啊，在我左手边呢就是 Residency Bukit Gajil。 在这个这样 hot 的 area， 近期建了900千都不到的三层楼 land， 走，我们现在就去看 ，Let's go。这个 resident 只是在宋万庆的 KFC 和 Honda 的后面，5分钟车程就可以到新时代 food court， 10分钟就能到达大三角最 hot 的 Icon City。 这附近吃的、喝的、银行、油站通通都有。这个 residence 它就位于布吉格街的 high end 和 medium range 的住宅区内，在这些三层楼和 bungalow 之中呢，它是唯一一个有 facility 而且是 gated and guarded 的住宅区。我们现在就在它 main entrance， 因为要让你们来看这个 resident 与其他 resident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 electric fence 电围栏，它是围绕一整个 community， 主要是让这个 community 里面更安全，而且要进来的人都只能通过 guard house， 不会担心有小偷爬墙的问题。整个 community 呢，它拥有122间房子，那今天就要带你来看唯一一间的三层楼的 corner， 而且是准准面向游泳池的单位。那它的大小呢， land area 是2400 square feet， 而且它的 build up 是2700 square feet。那由于我们的这个 resident 它是 strata title， 基本上 strata title 的 car box 都会比较小，可是因为我们这一间三层楼的 corner， 所以我们可以把车都绑在这边或者旁边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你们进来客厅的时候，你们第一个会看到的就是我在我身后的这个是 TV console， 它是木材质的。哦，那之前他们特质特别大，是因为他们之前和家人在这里一起用 projector 投影机，主要就是和家一起在这里共度电影的时光。那底楼呢，它的 LED 灯和 plaster ceiling 呢都已经弄好了，而且它里面的 LED 灯是可以换颜色的。因为我们这一间房子是三层楼的 corner， 所以旁边有空地。当然，客厅的旁边会有一扇门，它是 sliding panel door aluminum frame， 主要就是能拎去旁边的空地。这空地你们可以选择在这里种花花草草，或者你们可以搭 awning 出来，所以你们可以做成 wet kitchen， 然后在这里搭煮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你们不需要担心会弄油家里，而且可以在这里放 dining table。在这里和家一起吃晚餐，偶尔还可以约朋友一起来这里小酌两杯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它的 kitchen area， kitchen area 是 L shape 的风格，当然同时也会 provide 你们了这一些 upper cabinet 和 lower cabinet， 包括这些上面的石英是黑色的风格，当然还有这一些抽烟机、炉灶都已经设计完善。最贴心的设计就是它这个 built-in 的 oven， 所以你们也不需要再设计，包括它Owner 也制造了这些很多的橱柜，那你也不需要把东西再乱放。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楼下底楼的房间。楼下底楼的房间我们通常会留给年长的老辈，或是有家里行动不方便的家人，而且你们可以每次都看到底楼的房间只放得下 single bed， 而我们这里是肯定可以放得下双人床，再加上 built-in 的 wardrobe 都没有问题，而且它这里还有自己的浴室，还有自己的窗口，你们可以随时打开窗口，保持这里的 airflow， 保持清新哦。那我们看完楼下的底楼，现在我们要上去看一楼。那我们现在就来它的一楼，先来看它一楼后面的房间。那由于这一间房间呢是在后侧，会非常适合你们的孩子，因为即使你们的孩子要温习功课，也不会被打。同时你们要改成 study room 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看 junior 的 master bedroom。 junior master bedroom 呢，它的大小是肯定足够 fit 得下一张 king size bed， 而且它还有自己的 ensuite 浴室，肯定会有自己的 privacy， 再加上我们会有自己的 balcony。那 Junior Master Bedroom 的 balcony 呢，它大小是绝对 fit 得下4张小张椅子和1张 coffee table，
傍晚的时候，你们可以和家人坐在一起喝喝茶，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孩子在 facility 的情况。这一间房子呢，在大三角是属于非常罕见的，因为它不只是拥有这游泳池的 view， 而且它也是望向这山景，在华人的风水习俗里面，它是非常受欢迎的。那我们现在就在它的第三层，也就是最后一层。那在这一层呢，它只有一个 master bedroom 和一个 living area。在这个 living area 的空间呢，你们其实是可以放一个钢琴，可以给你们孩子在这里练钢琴啊，或者 convert to study area 都没有问题。那这间 master bedroom 的大小呢，其实和刚才的 junior master bed 其实是一样的。那它当然也有自己的 ensuite， 也有自己的 balcony。如果你们不需要这间房间的话，你们可以转换成 KTV room， 那你们只需要做隔音就没有问题了。那它 facility 方面呢，在这边有 gym， 有游泳池，有 sauna， 有 BBQ area， 有 playground， 有 functional hall， 同时还有 jogging track， 都是 under 同一个 management 管理的。那我们先来总的介绍，我们今天所 show 你的这个 residence， 它是五个房，三层楼 freehold， 有 extra 空地，因为是角头间，而且是 swimming pool view。那这一间房子呢，现在夫妻合工一个月只需从3500到4000块就能拥有。那现在给我们一个 call 来这里看房了解详情，所以我们下次见，拜。